这20多年来，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学习专辑，如今在 YouTube 频道一一排队上架，欢迎你来支持及鼓励，签购成为372温暖粉丝。天下事有难一乎，为之则难者易易矣，不为则易者易难矣。人之为学有难一乎，学之则难者易易矣，不学则易者易难矣。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之分吗？去做，那么难的也会变成容易，不做就是容易的也会变成难。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繁。见陶渊明独爱菊，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。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，牡丹是花中的富贵人，莲花是花中的君子。窗外有枣林，雏雀齐飞齐下，猫避身林间，突视雀母，其雏四舞，噪而逐猫，美尽易怒。母雀死了，它的小雀们绕着屋子啾啾叫，飞进屋里好几次。过了几天，他们还是望着屋子叫。荣少时读书养惠堂之西篇一事，福而读，养而思，思而福德则起，绕室以旋。房里有块直径一尺的洼地，渐渐的一天比一天低陷，我每次踏到它，都因为被绊倒而烦恼，酒后也就习惯了。木头石壕村，有力夜捉人。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看门。我的三个儿子都在防守邺城，一个儿子托人带信来说，其他两个儿子刚刚战死，活着的人暂时勉强活着，死去的人永远完了。孝子无姓名，人以其雅而孝也，谓之雅孝子。雅孝子性至孝，有母年已老，他讨到食物一定先拿回家放在母亲面前，等母亲吃过了然后才吃，母亲还没吃自己不先吃。此屋失其母，雅雅吐哀音，昼夜不飞去，经年守故邻。此屋失去了母亲，悲伤的雅雅叫，白天晚上都不飞走，整年守着老窝所在的树林。372 YouTube 粉丝频道，你的加入是一份支持，是一份鼓励。